搭搭只941啦，Joey 嚟噶，佢咧就系、是、都好想买嘅。佢话咩价钱可以入咧？上网几多咧？呢啲位置買中移動咧，你個目的咧就真係齋諗住收息嘅啫。即係講緊，如果你買完之後，假設你有10萬蚊啦，每年你可以收到7厘股息嘅話，即係大約係7000蚊，咁 OK 啦。你唔望個股價有得諗嘅，但係你如果要望個股價要做啲咩啦？成日講緊除淨呢7000蚊點樣派出嚟啦，其實喺你個股價上面扣翻個股價出嚟嘅啫。咁所以你呢一刻諗財息兼收啦，一啲好 aggressive 嘅行為上面唔抵諗。但係啦，如果你純粹齋諗收息嘅話，OK 嘅，中移動係會有得諗。但我相信對於一般散户嚟講，多數都係諗財息兼收㗎。咁所以你可以考慮50蚊樓下先出手咯。我覺得中移動去到50蚊樓下啲位置，個估值上面又真係吸引嘅，公司又做咁大量回購，業績上面可能派息上面亦都要有驚喜。你搏咪搏呢一樣嘢，假設唔得，跌得幾多啫？至多咪落翻48蚊呢啲水平。咁所以你，我覺得50蚊樓下呢啲位置，你可以去試下嘅。咁但係，就唔好谂短线，真系好大只蛤乸随街跳，喂，好多利润喺手，喂，买完之后可以好狠狠地搏反弹。我谂短时间内你要上翻之前嗰啲60蚊嗰啲位置都唔容易噶啦。咁但系你话如果做长线投资噶，可以谂嘅，中移动都系叫做相对比较安全嘅。